新店开张，多给你一点。新店开张，多给你一点。新店开张，多给你一点。慢走啊，客官。
少侠，你来了。我的武功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，你能穿越黑龙寨的重重吗？
你来了。哇，你看上去准备忘了，要先使出飞燕剑诱导敌人。感觉怎么样？这虽然，好好记住今天，下次也别迟到哦。你没事吧？我看野熊，这下我可以大赚一笔。我看到，负责补给，现在就算一点点东西都很重要。我们不能快去快回。来来，请排队。新店开张，多给你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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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走啊，客官。按照约定，当然，王美男死的也实在是冤枉。